哎呦，进啊！你等啊，进来进来，来来吃糖啊！好，真紧就起饼糖啊吃哦。我看吼，我也是想这糖啊就好啊。啊，那起饼哦，我恐惊暂时吃袂着。什么呀？今日杨嫂打电话给我，讲啥物有代志要甲我讲啊，叫我赶紧去一撮。我去了才知影，讲已经几啊天无去病院。哎，啊，拄啊美金才甲我讲，伊无闲到逐天拢困咧病院呢。对啊，伊就是要甲我讲美金仔的代志啊。伊是甲你讲安怎？哎呦，我嘛唔知影啊。啊，我一去杨嫂就甲我讲，九姨啊，实在啦，我辜负恁的好意甲期待啦，我吼无法度予美金仔这个幸福啦。啊，我嘛问伊吼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？啊，伊也唔讲，啊，你嘛知伊大志啊，啊对唔对？啊，讲几波，讲实在，我嘛唔知你讲啥物话个。林美金，你到底在做啥好事？美金啊，啊恁少年人啦，有啥物代志，本来就是爱好好啊讲啊，啊看是毋是有需要招伊吼，甲恁安尼小瞧一下，互恁去安尼好好啊讲，好好行一下，哈，无啥物好讲的啦。人咧用草证的故意哦，一定是美金人欺负啦，免讲，去写回告书。哎，是对啊，唔对啊，明明就是我去用放散的。唔对咧，人咧用草哦是靠咱四男女的呢。哎呀，姐啊，我来甲你讲啦。我问你，杨草是到底什么时阵跟你讲要找？啊，都顶礼拜去植物园的时阵啊，阿母一拍顶就惨白。啊，手走啦！我跟你讲啦，我都一定爱安尼哦，才看清楚你的面到底有咧讲白差无？我讲问你，杨草要跟你找进前十分钟，你两个在创啥？你利用我，啊，这个别人的代志，我拢知影，就是像你讲的。咱两个已经无可能啊！你惊了啊！白菜，我问你，啊，你两个惊老熊，到底在讲啥？哎呦，哪有可能会记你啊！而且你大一句话才无聊着。啊，无你到底看到啥？痛啊！哎呦，看到郑群英跟孟娟呐，啊，我刚刚应该小公有超喜欢男朋友，想知影大一起什么小阿姐话头路，讲我无法度继续做伙，就甲我放散啦。美金啊，啊那安尼吼，就是你唔对啊，啊！我叫伊放啥，我唔对。嗯，啊你咧琼瑶小说看到遐尼啊济啊，啊这个桥段你敢要看过啊？哈？啊？哦，操！你那还戳来这个，叫你是个受灾。哦，金，只要你那欢喜，我都不欢喜咯。郑群玉，你来得及啊？金，那个是什么人呢？阿婶吼，这是第二间看到郑群玉啊。哦，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逐摆来看到伊，面都一阵青，一阵红？你即马欠一个黄，都是青红灯咯。莫非你甲有啥物关系？哦。No！ 我甲伊无关系，无关系，无关系。为什么？那呢？为什么你一定要看伊？我看无，我看无，看无，看无。什么？敢讲你为着不爱看伊，连我嘛看袂着啊？那呢？过去咱两个切啦！哦，操！切嘛没人切，你哪敢我切？哦，我是不要跟我老母交代。是不是？真是的，就是啦。美金啊，
你敢知你为着这个郑清玉这唔正囝失去偌济，你知影无哈？啊，唔着先生娘的为尔。唔啦，你失去吼是一个真心爱你的查甫人啦。你当初时哦，甲郑清玉个唔正囝斗阵时，是乱到规家人死通人知影。阿伯啊，迄号唔正囝竟然讲你是倒贴啦，你家己袂见笑。啊，你即摆来想看卖。人用草树林都要甲你找，啊，唔过靠到一百片一百万，佫叫恁招伊现实嘞，安尼你敢分袂清楚到底是倒一个查某较害你少？就是嘞，迄人用草吼，佫讲哦，实嘞啦，啊，伊无法度让你幸福。讲实在，人真正哦是真心爱你，只是感觉讲哦，你爱的人根本就毋是伊啊。阿姨也无讲唔对啊，我确实是无爱伊。你是咧白班个？哎，白班像你，你讲袂听啊是？好啊，我讲我讲。李金兰，就伊问你啦。啊，你哦，迄个琼瑶小说看哈尼啊济啊，你感觉吼，最后这个女主角伊会选择是迄个尽情扮帅伊迄个查甫朋友，还是伊会选择为着伊的幸福，伊甘愿退出迄个查甫人？啊？甘愿退出迄个？安尼就对啊。啊，不过熊超也不是我故事的男主角啊。迄就无一定哦。当这个故事吼，阿伯甲最后的结局吼，都这个小丑啊，舞到乱糟糟啊。小丑啊，都是你靠郑清玉啦。你到底要为着这颗唔正囝，操心偌济你的男主角啊？我你讲，趁即摆熊超还袂找到新对象，你即摆马上要现实的，可以全拢是你误会。人用骚哦，真正是有心啦，啊对你啊真正有意思啦，你紧去找伊，伊绝对会原谅你。紧，来，再钱哦，提杯凉水，安尼较袂歹势。嗯，嘿啦，紧去，紧去。假使讲你若无法度甲用骚，咱就哦，你那办？